身为逆反，你不顾死活了吗？人呢？人呢？尽量替他讨回公道。罗志远，让开！我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啊、我喜欢你，我想和你长相守，有错吗？你把心掏出来，我也给。我崔兴洲，此生只娶柳元堂一人。若是再让我听到有侮辱他的言辞，不管是谁，本王绝不会轻易饶了他。